2024年大约还有3个小时。不过啊，在这之前，我们要等烟火。可以看到，现在我们在北市府这边，而且呢，距离101越来越近了。因此啊，你可以看到现场的人潮真的非常多。从8点后开始，现在车辆已经完全禁止出入，因此呢，整个路上已经封街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场有非常多的民众都在这里，完全是大家都坐在这里来等待，然后先来卡位。因为您可以看到，我后方呢就有所有的这个101，就直接在这边，视野上感觉是非常好的。因此可以看到，如果等一下放烟火的时候呢，这里来说烟火会比较的明显。因此很多人就在这里卡位，甚至往这里来看，还有人是直接的就把帐篷带过来了。因为您知道吗，越晚的时候可能这个温度会越来越低。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来跟我们来聊一下，说今天大概是多久就多早就来了？多早？7点多就到了。下午晚上七点多。下午。有自备这个帐篷。对，帐篷啊，扑克牌，然后还有零食这样。怎么想说带这么齐全？因为这样比较温暖一点。今天有多穿一点吗？有。是，然后你们还有带扑克牌来玩？对对对，因为大家都想要玩啊。新年比较齐齐一点。哎，这个位置感觉卡得蛮好的哦。哎，所以提早来啊。提早来。哎 ，OK， 新年快乐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民众是非常的热情，来跟我们分享说，他们特别的就是带了帐篷过来，而且还自备这个扑克牌，所有的这个器具非常的完备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，其实整个现场来说，除了有帐篷之外，很多民众包含像是野餐垫啊，或者说呢，会所有的这个包头巾，还有所有的保暖的这个器具，通通都在这边。他们呢，希望说也来边吃零食边等这个烟火，因为距离的时间其实越来越近了。如果民众稍后要过来的话，一定要赶紧来卡位，这样子才能找到比较好的位置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